有時我哋要掃描唔同大小嘅文件，例如證件同埋申請表等等。Easy Image Divider 就可以自動將唔同文件分開逐頁印出嚟，令文件存檔輕鬆好多。首先，直接掃描文件上去智能操作面板。Easy Image Divider 會在預覽欄顯示不同文件，在右下角的版面選項揀回你想要的版面配置，按打印鍵就可以將文件分開逐頁打印。